歡迎大家嚟到私家大戰 Family Feel。今晚請到台慶劇羅密歐與祝英台，有祝英台陳欣妮同佢一班新手了得嘅祝家 Family， 佢個對家就係羅密歐，有周家樂同佢一班誓要打破宿命嘅羅家 Family。而家有請，無論係愛情戲定係動作戲，都俾人熱氣嘅節目主持人李思哲。陳欣妮小姐 Amy， Hi bro， Hey bro， What's going on？ 係啊，我成日叫佢 bro 嘅，因為嗰陣時我哋十幾年前拍劇已經，唔好講十幾年前啦。唉，你阿媽都做埋啦。有樣我想問下你啦，你幾多年冇翻嚟拍電視劇？好似有九年啊。係啊，冇錯。咁耐啊！係啊，即係你開始有小朋友就停止咗，停止咗啦。電視劇咯，但係都有拍電影嘅。點解會九年後突然間咁有興趣翻嚟拍電視劇咧？就係祝英台呢個角色啦。我覺得因為係你同你老公一齊開工嘅，係嘛？你同你老公一起開工的感覺啫咩？都有少少壓力啊。點解啫？因為呢個角色，我覺得都好多嘢要兼顧喎，又要做男啦，又要女啦。其實對住老公咧，我又唔想太 real 喎。做戲啊，要真實嘅喎。咁又唔係嗰種真實啊嘛。啊，邊種真實啊？即係角色之中嘅真實會好啲，但如果太真，即係陳欣妮同陳豪咁樣去有嗰種太真嘅感覺，又唔係幾好咯。我十幾年前已經覺得你好好戲嘅啦，好入戲嘅啦，真係。所以非常之歡迎你翻嚟睇拍檔。Thank you， 先生 Romeo， 隊長有阿密歐啊，周家樂先生你好啊。早晨，思哲哥。唔怪啲人話你無厘頭啦。唔係啩？嚟緊嗰啲劇情會點啊？講少少彩蛋都好啊，大佬。哇！咁你伸懶腰咧，突然間唔係啊，因為一講到劇情咧，就要好有準備嘅。我驚咩？透露透露。好勁啊！死好多人嘅我哋。真係唔係講笑㗎，真係少咗。即刻私家大戰，我要祝英台，我要 Romeo。OK，bro。Yes，bro。Yes，sir。問咗100個人，有6個最多人答嘅答案，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、好恩愛嘅夫妻，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周家樂先生，食飯啊，係喎，食飯。Amy， 嘴，好 fit 啊，一日一次喎，起碼至少一次，至少啊嘛，係啦。咁你同阿毛啊，一日幾多次啊？嘴，話俾你聽，嘴。What？ OK， go back， you go back to get out of here， 係啦嘛。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、好恩愛嘅夫妻，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我成日通個電話咯，要通個電話嘅。通個電話。好啦，做咩道理啦？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、好恩愛嘅夫妻，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瞓覺。分房瞓就大鑊啦嚇！同床瞓覺，瞓覺。原來真係分房瞓嘅，你兩公婆。好啦，祝小妹到你啦，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、好恩愛夫妻，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刷牙。刷牙。係啦，小妹妹到你啦。危險，如果你答錯嘅話，對家有一次補答嘅機會。阿麗花，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嘅夫妻會一。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做愛。你一日至少做一次，咁你一年做幾多次啊？365次，你想死啊嘛？你咪同阿毛都365次啊！
At least。At least 啊，起碼360阿木，哇，真好，哎呀，三多件啦，阿你。好啦 ，Amy， 講一樣一對好恩愛嘅夫妻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。Say I love you。好冧，你今日未講啊？你對住 Cameron 對住阿木講啊 ？I love you, baby。冧到我都容易啊 ！I love you, Romeo。Yes, sir。如果你答中嘅話，上面嗰啲分數屬於你哋羅家。答錯嘅彈翻俾祝英台。講一樣，一對好恩愛、好恩愛嘅夫妻會一日至少一齊做一次嘅嘢。熱情擁抱。係啊。有，即係攬下啊嘛。係，其實攬下啦。究竟係咪熱情嘅擁抱？暫時零雞蛋 ，Romeo 六十。